关键朝天门江北十字口大佛根李米线八十万闸梁山街豆二万泉水街从不独立博再到底独立买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我来都不得来我不是挑刺也不是说北京不好只是相比之下觉得还是五都最屌那里炸酱面很甜感觉始终差点脸那里人都很有钱路上到处是卡宴都是空气不太好天也黑得比较早处处车水二条标出门基本都堵到滴滴麻辣烫没得了你那他有锤子法搞锤子那里的鲫鱼很多一样有很多家道每天吃烧菜成为最大问题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吃黄焖鸡没得重庆味的生活很不安逸需要一点红肠火锅来当我的兴奋剂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烧烤闺蜜我爱我的重庆有爹地妈咪大力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烧烤闺蜜我爱我的重庆有爹地妈咪大力飞机它要飞一千步距离很远还好天上不得堵日子到七度到底那天才恢复钱想报到时必须学到先吃苦送面哎呀哎呀啷个啷个可能不想家发言发言还有我的想想话为了生活为了未来我要变地家放下网和刷把那机会抓不买也不怕自己嘴巴傻责任必须大能人也变大瞬间加了几个家没得关系我有兄弟给我炸天天写个房子脑壳要变哈浏览三顶两口黄焖鸡 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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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北风楼市吹吹得我脑壳痛比起中华我更爱欧记老龙凤顶满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